校讲课语 ，Mimi Sell 共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课语 ，Mimi Sell 共好吧。哎，可能有人想，为什么是 Mimi Sell 呢？咪咪笑就是咪咪笑，其实就是国语说的笑咪咪，客家话叫做笑咪咪。听他形象哦，那个老师哦，他一整天都是笑咪咪，说我吗？好，我们今天要来学的客家话是什么呢？跟饮食有关哦。在腌制菜呢，在客家的饮食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哦。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最重要的腌菜，那个就是泡菜，泡。菜有没有跟着我念哦？泡菜，只要呢您吃过客家菜的话，您一定有吃过它，或者是喝过它做的汤。泡菜，可是，在客家语那个泡是泡蛋，泡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趴着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泡菜啊，福菜呢，在制作完成的时候，必须呢把它密封在一个菜坛上，然后那个菜坛呢封好之后呢是上下颠倒的这样放的，哎，就是好像趴着的感觉。那么再来一方面，是因为客语这个“噗”这个音呢，跟国语“福气”的“福”声音很类似，所以引申为有福气的意思了。好了，另外一种腌菜呢是用这个 “lo pele”， “lo pele”， 什么是 “lo pele”？ 就是萝卜的意思。那么萝卜，尤其是指白萝卜啊，常常可以做成萝卜干，萝卜干就是萝卜干哦。有一个在这里徐薇一定要特别提的，那是萝卜钱，钱就是钱币啊，钱。萝卜钱是什么呢？就是把白萝卜泡成圆形，一片一片的晒干，然后呢，年三十除夕团圆饭的时候呢，就一定会有这道菜，代表的是财源广进的意思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来应用学一句话，叫做“哎呀，这碗福菜汤真好喝呀”。这句话客家话怎么说呢？这碗汤真好喝，对不对？这是洋人来说国语了哈，叫做“呀碗”。福菜汤当好饮，再来一次，亚文福菜汤当好饮。我是徐薇，安之森，下回再学喽，拜拜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